而买房子要注意很多细节。这几天天气是阴雨绵绵，对于想买屋的民众来说，这其实正是看屋的好时机。房地产专家常说，这个下雨天看屋天，因为无论是漏水屋或是积水屋，只要一遇到雨季就会立刻原形毕露，所以无论是想要买房或租房的民众，都可以利用下雨天把房子从里到外仔细查看一番。